好的，再来看到第五名，第五名是王俊凯，我多喜欢你，你会知道，得到的票数是1259票。让我们欢迎许维芳演唱的《我多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》。翻唱很多歌曲，大家都很喜欢，所以特别邀请大家帮我们唱网络剧的《致我们单纯小美好的主题曲》。这首歌变超红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很可爱。然后它的歌词有点难，然后我都你的眼睛、你的睫毛就这样记。他说他有跟着那个歌词一起演绎。你的对，因为有点难。可爱呢，好可爱。而且你不觉得他的声音跟他的那个脸有反差吗？长相不同。对，他的声音有一点那种。小野丽莎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很磁性的、很沙哑的，对对，但是本人就那么可爱。哎，那你今天上电视会紧张吗？有稍微有点，因为大家唱歌都很好听，而且平常都是在网络，嗯，是不是感觉还是不太一样？对，而且我第一次看蝴蝶姐姐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现在心情很漂亮？怎么样？跟你小时候看的是一样的吗？小时候有看悠悠台，有哈？你是看我节目长大的吗？嗯，也没有哎。对，讲话小心，讲话小心，小心说。那个时候蝴蝶姐姐已经主持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最后本人怎么样？很美，而且好瘦哦。我觉得你唱歌超好听。谢谢。是这样子啊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以后常来玩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是的，常来玩哦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